来，我们先调一个 灰色调，那你要偏比较绿或是比较暖的话，就是偏一点紫色调。那寒的色调你可以偏绿，有没有？偏一点绿，那也可以偏蓝，都可以，由你自己来做决定。好，然后我是用那个群青，哦，群青加一点点红紫色，哦，群青加红紫色。那我让它偏蓝一点点，哦，那等一下我下面会偏一点点暖色的感觉。哦，来上来，哦，把它挪开，把。欸，我们不要先上水，因为怕先上水，等下真的会完全干不了。哎，欸，蓝，群青比较偏紫啊，所以它不会。欸，你用普鲁士蓝，它就会偏绿了。所以你如果要让它偏绿的话，那请你用普鲁士蓝。好，就看你想要偏什么颜色。把水挪开一点点哦，吼，把水挪开。好，然后这个雪的地方，我先屋顶的雪，请先留白。哦，屋顶的雪请先留白，哦，然后下面这个地方画一点点，哦，画过来一点点，哦，这边画掉，哦，那窗户的白不要理它，画过去，因为等一下你再画那个，等一下你再画那个屋子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会自动的留下来了，哈，哦，然后人，哦，都画过去没有关系哦，哈，哦。来加一，我加一点，轻轻的加一点点。那个，青绿哈，进来哈，一点点，来，红紫色再来哈，先把它挪开哈，那后面哈全部都画掉，哦，白的留下来，雪地方留下来哈，你只要看到屋檐上面的雪堆最上面你都可以留，其他的全部都画掉。哦，来这边先留，先留下来哦，哦，先留下来。哦，加红紫色再来。哦，点上去。哦，红紫色点上来。这个画过来。这个全部画过去哈，人的部分都画掉，我画暗的，欸，雨伞，来颜色浓一点点，哦，变浓一点点哈，哦，然后吸一点水，我吸一点水哈。我靠近下面的地方，略微加重一点点。好，哦，来，笔触拖下来，哦，拖干笔下来。老师，你是加灰色进去的？没有加灰色，一样的颜色，只是浓度加浓而已，欸，一样的颜色就好，不用调任何颜色，哦，会这样会有点像单色的，哦，你就加浓一点点就好。好，来喷点，哦，一样那个颜色，哦，浓一点喷点。分点上去哈，上面让它晕开。好，这边哈，来，刚才的颜色稀释，哦，稀释掉，哦，稀释掉。你可以加一点点降落色进来哦，哈，加一点点降落色。好，来刷哈。随便刷就，欸，不是随便刷哈。刷出那个雪堆的感觉出来，哦，刷出雪堆的感觉出来，刷这边，好，这边来哈，海水刷下来，让它晕下来，好，哦，这边这样做，好，接下来哈，哦，降落色再加一点点。群青吼，下来吼，点上来，哇，太湿，嗯，这样等一下不干吼，
吸一点点水起来哈。不好意思。来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不小心有用到血堆太白的地方哦，赶快用擦的擦起来。好，赶快擦起来，这边不要上哦，不要上任何颜色，我们就做这样就好了。那接下来撒盐巴，哦，做到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来撒盐巴哈。诶，这边不够深哦，我再让它深一点，因为等这样等一下我们很快就画完了哦。那顺便等这里略干一点点。好，诶，两个方式撒水撒盐巴，我们都会做。哦，用笔尖，哦，做一点点哈，哦，嗯，这边把它吸掉，来，接下来哈，青绿普鲁士蓝加一点点焦赭色哈，它就会有点偏绿的颜色了哈。来，先做一点点好了。哦，这边做下，哎呦，那再跟，来做一点点下来。哦，偏绿的哈，来一点点。这里一些。这几个地方略微重一点点，好，这边加重，来，那个焦赭色加一点点叛尼灰，好，我是加黑色，你可以加叛尼灰就好了哈，这边加重一点哈，现在都先做，把它的明暗的感觉先略做出来。好，做到这样，那我们来撒一点盐巴。你上面可以先撒一点水，哦，你可以用稍微小一点的笔撒一点清水，哦，你可以往这边撒，哦，例如说这样子下来，哦，撒一点清水，哦，撒一点清水下来，然后接下来撒盐巴，哦，这边哦，用笔用手弄开都可以哈，哦，然后盐巴。手弄干一点点哦，然后，兄弟，哦，你就用那个手哈，把它弄开，这样撒下来，哦，撒一点点，哦，在这个地方哈，撒一点点。太多了哦，等一下大家到我这边来拿哦，然后这边你就全部撒一下，哦，它可以撒好几，就是撒好几层啦，哦，我们先撒一层就好了，哦，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就撒一层，那你在家里可以像这边你可以多撒一点点，反正这个是粗圆还是细，欸，我这是细的，但是不是到完全很细的那一种，有一种更细的，你不要用很细的哦，它会没有效果，欸，就是你这层完了之后，把它剥掉，然后上颜色再可以再做一次。再上色。对，上颜色，然后再加，但是你不要重复上到做的效果不错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就做到这样子。我这边撒多一点点哦，给大家看哦。下面这边撒多一点点。好，以往我们是上面撒比较多，可是我这次改下面撒多一点点，那个感觉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做到这样子。像那个，你一定要完全干才能剥掉盐巴，不然它会整个颜色会脱下来，会脏掉。因为还没出现效果。如果你太干，就不会有效果。嘿，来，它就会出现像这样，有没有？就是白花花一粒，白花花一粒一粒粒的，这个就是效果，就是要出现像这样子的感觉。那当然，如果说
你那个盐巴越粗的吼，那个效果吸起来会越多啦，会越多。撒太多了怎么办？你撒太多了，那就可是没关系啦。对 对，你让它干再用，因为你现在打掉它会坏掉。好，你要记得要完全干才能剥掉哦。吼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吼。借我一下。好。来，我们接下来我就直接把那个暗的地方做出来，我们就做个结束哈。我示范会稍微快一点，大家再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做哈。那个前面的房子稍微重一点点，那后面略微淡一点点。那等一下我们大概就会用刚才那几个颜色来处理就好了哈，这样速度会比较快。然后和田家这几个字，因为是最好是可以留下来。如果像这样子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先用那个留白胶，现在就把它写下来。有没有？留白胶写。我知道现在没有留白胶。我说如果啦，如果你们家有留白胶，你就把这几个字写下来，有没有？然后你黑色画过去，再把它撕起来就好了。哦。嘿嘿嘿，可以这样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不会，它不会撕掉，因为它是干。对，它已经干掉，你可以层层叠叠、层层叠叠来处理它。哈，来，我从后面的开始来。哈。那老师，你不写的话，你是要？我就不透明的做一做就好了，因为这样比较快，时间上会比较快一点点。我把那个要花一点点时间处理。好，来，后面的人，房子，来焦褶色加一点点。那个普鲁士蓝哈进来，红紫色一些哈，来做这后面的这个地方哈，暗的地方，房子啦哈，房子的地方先做就做出来，好，把它做起来哈，盖起来，群青色哈，来点进来，然后树，直接画就好，等一下前面这边再画松深一点点哈。这边的部分，然后这边会再深一点点，等一下再连这边一起做。那接下来我们画这边略微淡一点的地方，那刚才的颜色稀释掉。窗户留下来，窗户就是留我们原来的第一层的颜色，对不对？那它其实是白的嘛，可是因为在这个暗面里面，它就是雪的第一层的那个颜色下来的哈。加一点点红紫色进来，一点点进来，让它颜色有略微有所变化。那后面的地方加一点点那个，你可以用叛逆灰一点点叛逆灰进来做它就可以了哈。这样子淡掉，然后树的部分一样稍微浓一点点。树哈，树的这个感觉，好，接下来这栋哈，这栋颜色哈就会比较重一点点的哈，来颜色用浓一点点，
我用浓一点点哈。另外一支有一点点用清水哦，有些地方晕出来。有点血堆的感觉哈。窗户留下来。齁，然后窗户齁画直。不要歪掉，歪掉会房子会倒下来齁。雪堆这边。来，窗户一样留下来。你窗户留下来就可以了齁，留下来就刚刚好，颜色就会是不会太就不会太亮齁，因为它是在暗面里面嘛齁，对不对？这边好，这边晕下来到原来的颜色就好了齁，下面慢慢让它淡掉，下面让它慢慢淡掉齁，消失掉。然后下面有那个窗，门的窗格，对不对？把这颜色拉下来就好。哦，就刚刚好是这个窗格了哈，门的格子了哈。好，旁边这边略微加重一些些。哦，这时候我偏那个。群青色稍微多一些些齁，因为雪的那个它会有点不是那么的规则齁，稍微做一下齁，来这边稍微更重一点点。这边加重。好，这边的部分齁先做到这样。好，这边拉过来。好，稍微偏蓝一点点。这边有一个招牌留下来。好，那个雨伞留住。不要动齁，不要动它。好，那这边还有几个人。好，这边。那个雪上面就是屋子上面的雪齁，好，稍微用偏蓝一点点的灰色齁，偏蓝一点的灰色稀释齁，稀释多一点点齁，轻轻做，这样才不会整个都太白齁，稍微做一下齁，点一点点群青色进来齁，一样稀释它齁，淡一点齁，越淡越好。顺便把厚度的感觉齁略拉出来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先停住。那现在这个颜色齁用浓一些齁，那我会加一点黑色进来。改用胶褶色齁，用浓一点点。这样子乱弄就好了，好像有字齁，可是都不对齁，没有一个字是对的，就先留下来啦，反正做一个感觉就可以了齁。好，加水，加点清水进来让它稀释掉齁，因为刚才 我用的很浓齁，你就加水让它稀释掉。下面哦，让它晕出来，哦，故意让它晕出来，哦，形状不用那么的完整，哦。
这个颜色哦，带一点进来这个暗面里面。哦，这样子，房子的部分，然后人的部分哦。来，带一点粉红色。土耳其蓝哦，加一点进来。灰色，哦，人的部分，哦，脚这边虚掉哈，哦，那后面有一些人哈，让他穿红一点。点几个比较亮的衣服出来，一点点就好。黄的隔层，那个照片里面没有，你也可以画，无所谓。来，驼色的衣服。王者进来，这个人哈，直接拉出来就好。加一点水，让它晕下来哈。好，这边颜色加重一点。画上去。然后细的树枝，多画一些哈。来，下面这边。有一些，不知道是什么栏杆还是什么的哈，这边哈画一下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打一点白色进来，好，一点点就好了哈。太浓，太稀了，因为太稀打下来会没有太大的作用。怕没出来。大一点点。可以再打一点血进来，就是有的地方是这样种那个盐巴的感觉，那有的地方是白那个用白色的去堆点，
这样它的层层的效果就会丰富了。那如果说继续做的话，就是细节度再继续略微加强一下。然后这边哦，这个太白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会平的，对不对？来，用一点点灰色的调子，靠近这里。好，这边上面哈，留一道白色的，下面哈灰一点点，它就有厚起来的效果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哈，每个地方哈，接下来细做的话，就是把它那个雪的堆叠的部分哈，尽量画起来有厚堆叠起来，就是意思说刚才这样是太平，好，那你接下来就是再做一个层次出来。但是你还是要留住白的哦，那个雪的厚才会感觉够厚，因为你的不够白，它会不够厚度会比较不足，好不好？好，画起来的效果感觉大致上就是这样而已。